天狼星讯息，你们可以显化你们想要的一切。最亲爱的人们，这个时期充满了希望。可以说，你们即将结束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斗。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疲惫不堪，但我们敦促你们不要在最后的关头放弃。在你们看来，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但事实并非如此。终点已然在望。可以这么说，专门为了这个星球从第三维度转变到第五维度而来到这个星球的光之工作者们，他们走在了游戏的前面。我们之前说过，你们的身体正在从碳基转变为晶基，这无疑是你们所有人必须克服的最后一个障碍。然而，不要因此而沮丧。你们所有人都有能力跨越这最后的障碍，进入你们所有人如此渴望的新地球。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正在遭受令人厌烦的阳生症状，我们确实理解你们可能会因此感到烦恼。然而，如果你们倾听你们的身体，并理解你们的身体正在传达的信息，那么那些症状可以很快被克服。问问你们的身体需要什么来治愈它？你们可能需要休息，你们可能需要锻炼，你们可能需要改变你的饮食，但你们的身体知道，所以只管问它。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对一个人合适的可能对另一个人不合适。听你自己的，别人可能会给你们建议，但你们能听从的最佳人选，就是你们自己。学会扫描你们的身体，与身体每个部位的细胞对话，告诉他们每天更新，每天再生。在这段时间里，要经常冥想和休息，允许别人帮助你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作为一个成年人，过去的两年对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因为你们试图帮助你们周围的人，你们的一些朋友和家人没有听你们的劝谏，你们已经意识到和他们说这些是徒劳的。然而，振作起来，因为他们的灵魂在倾听，他们会及时从沉睡中醒来。请继续向他们表达你们的爱，倾听他们所说的，但不要给他们提供建议，因为他们往往不会采纳这些建议。现在该帮助那些已经觉醒，并真正感激你们提供灵性方面帮助的人。我们现在建议你们观察孩子们，去记起做个孩子是什么样的感觉，去做所有作为成年人已经忘记做的有趣的事情。对许多人来说，生活变得非常有压力，但随着世界金融的重新分配，随着机器接管了一些不愉快的工作，人类要做的工作将会更少，闲暇时间将会更多。倾听你们的内在孩童的声音，问问他，他们想做什么？跳舞、唱歌和玩耍。找出能给你们带来快乐的事情，然后就去做。去记起你们小时候喜欢做什么，现在就去做。不要找借口说没时间，也不要说没有钱，因为作为一名光之工作者，无论你们决定做什么，你们总是会被眷顾。许多疗愈者带着贫穷意识来到这一世中，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认为，在这个时候你们没有财力去做所有你们想做的事情。我们会建议你们现在进入内在去增加你们的富足。事实上，在未来，人们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需要钱。你们将能够帮助别人，就像别人帮助你们一样，没有金钱需要转手。正如你们可能知道的，在过去 1% 的人口拥有 90% 的财富并控制着世界，
但这一切即将改变，而你们是这种改变的一部分。相信这一点，它会比你们想象的更早发生。你们现在还没看到这件事在发生吗？许多人开始不信任那些赚取巨额金钱的大型跨国公司。像你们这样的普通人正在崛起，让他们倾听并迫使他们改变。一场灵性革命正在发生，它不会停止，直到所有人都平等，并得到那些曾经想要控制世界的黑暗实体从他们那里夺走的东西。你们必须开始更多地相信自己，相信你们能够让这个改变发生，并且知道，作为光之工作者，你们将永远会得到你们所需要的支持。你们只需要相信这一点。要知道，作为强大而有知觉能力的存有，你们可以显化你们想要的一切。现在是时候让你们相信自己，信任自己，知道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回顾你们的人生，看看你们已经走了多远。这一路上可能有波折，但你们一直都在正途上，而且会一直如此。振作起来，亲爱的人们，世界上有很多变化即将发生。可悲的是，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会有很多灵魂离开。这与那些继续听从所谓的医疗建议或政府健康建议，而不是听从自己身体的人有直接关系。这场所谓致命病毒的健康恐慌是精心策划的。作为光之工作者，你们中有许多人很快意识到这一事实。但是，现在一定要做好准备，去面对更多的死亡以及这些死亡的真正原因。越来越多的人将开始质疑这些死亡，真相会比你们想象的更快出来。不要害怕，即使你们已经接种了疫苗，因为有许多疗法正在浮上表面来帮助你们。你们的身体有能力治愈任何被扔向它的东西。不要担心你们的亲密朋友和家人，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将会被给予安慰剂。然而，他们可能会在自己的生活中受到挑战来唤醒他们，因此他们届时可能会很需要你们的帮助。但是，不要卷入他们的问题中。被询问时，可以给予建议，但是要让他们像你们所做的那样，自己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你们现在足够强大，只要你们在那里，你们就能治愈任何在你们附近的人，而不需要言语。随着在一起多年的灵魂伴侣走在各自的道路上，新的灵魂伴侣走到一起并加入到团体中，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冥想是改变世界的关键。以这些团体的形式，把你们的爱和你们的光发送到这个世界，你们可以在瞬间改变能量。要知道你们是多么的强大，新世界的到来将会比你们想象的更早。进入内在，亲爱的，你们会发现并显化，为了实现快乐、和平与丰盛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一如既往的，我们给你们许多爱和祝福。我们是天狼星人。